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凌云。今天是2020年12月21日，星期一。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也欢迎您通过即时网和即时通客户端同步收看本栏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18点02分，我们将迎来冬至节气，这也是北半球一年当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随着数千年的时间沉淀，冬至也形成了独特的节令饮食文化。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或者一碗香喷喷的汤圆，都是今天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美食。进入冬至，也就进入了数九寒天，天气也变得格外的冷。但是这两天，我省的气温还是小幅回升。吉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省内最高温出现在长白山为3度。今天长春晴，最高温-4度，最低温-9度。好，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新闻早报，新闻早知道。国家卫健委昨天通报，19号新增一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辽宁大连。昨天下午，辽宁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大连一小区被划定为中风险地区。19号，钟南山在公开场合提出，新冠病毒出现了环境传人的新课题，需要科学家寻找规律并研究预防措施。具体情况，咱们来了解一下。环境传人又叫物传人，通常指物品受到病毒污染、人接触后造成感染。我国新冠疫情控制的比较好，对于新冠病毒物传人，一般是由进口的物品引起。通常需要三个条件：第一，物品污染比较严重；第二，物品在物体的表面存活时间比较长。一般来说，温度越低，病毒存活的时间越长。第三，接触污染的物品没有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只有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才有可能造成感染。如果接触到可能污染的物品，戴口罩、注意手卫生是可以防止感染的。在整个防疫的过程当中，学生一直是重点关注的人群。对于中小学来说，人员相对固定，可是对于大学来说，想要开好学、上好课，就涉及到人员的流动。最近黑龙江省多地出现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些小区也因此封闭。而在这些小区中，就有在月末即将参加考研的学生，他们的考试也受到了影响。你好，我想问一下，从东宁到西溪参加研究生考试的考生需要隔离吗？东宁的你得上报，那边不是封闭区吗？你具体跟那啥疾控部门联系，那边他能不能让你过来也不知道啊。刘同学是将要在12月26至27号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的一名往届生，在经历了去年考研失败后，今年他选择在东宁的家中复习，希望通过再战考入心仪的学校。时间到了12月，刘同学面临着最后冲刺复习阶段，眼看考期一天天临近，东宁市发现了一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得知消息后，刘同学的复习计划被彻底打乱了。事实上，受疫情影响，今年各地考区要求考生携带有效的核酸检测结果参加考试。在黑龙江招生考试院发布的防疫公告中提到，由省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考生需持7日内有效核酸检测结果参加考试。但是对于当下的刘同学来说，即便他能提供有效的检测结果，仍然不能参加考试，因为笔试的2天时间正好与14天隔离期重叠。几号考试吧？26。那你隔离14天赶趟吗？不赶趟。当然不赶趟了。你再让他们联系吧，那我们就这个政策，这边一半活也改变不了。据统计，今年报考硕士研究生人数达到约422万人，比去年增加了81万。绝大多数考生都能在低风险环境中考试，但在一些中高风险地区，还有和刘同学有相同遭遇的考生存在。距离初试还有1周时间，刘同学还在继续复习，同时他也在等待能有参加考试的转机。入冬以来，国内多地出现零星本土病例，这提醒教育系统的疫情防控之弦必须继续绷紧。
12月1号，教育部印发通知，部署京东明春校园疫情防控工作，要求高校坚持错峰原则，安排学生分批次有序放假离校。眼下临近期末，黑龙江省多地将幼儿园、中小学寒假时间提前到元旦前后，包括黑龙江大学在内的高校也陆续从周一开始让学生分批回家。此外，其他省份的高校也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陆续公布放假时间表。临近年底，春运也就不远了。目前很多高校都做好了提前放假、晚一点开学的准备。一些原本打算一月中下旬才放假的高校也接到了提前放假的通知。显然，这样做可以让春运期间人员频繁流动的过程当中，疫情的风险降低，学生可以提早回家了。那么广大的务工群体是否可以顺利返乡呢？一起来看一看。有人担心不必要的人为阻碍会不会也出现在明年的春运之中。对于每一位返乡者而言，抵达目的地后能否顺利出站就至关重要。本服务于科学防疫的健康二维码在以往的应用中就出现过码不互认的情况。本月，卫健委等三部门印发有关通知，对健康码的一码通行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明确跨地区流动人员健康码信息在各地区可信可用，同时还提出在低风险地区，除特殊场所和特殊人员外，一般不应查验健康码。从增加阻碍、严格限制，到用更科学的手段服务和便利返乡者，在专家看来，经历了11假期大规模人员流动的考验，明年疫情下的春运还将会有序进行，但开展春运工作仍不能掉以轻心。针对美国商务部日前宣布将59家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日前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新闻发言人表示，这次是美国再次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美方分化国家安全，不断滥用出口管制等措施，对他国企业、机构和个人持续进行打压，对国际经贸秩序和自由贸易规则造成严重破坏，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造成严重威胁，这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整个社会。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再次敦促美方停止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做法，给予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公平待遇，多做有利于中美两国经贸合作、促进全球经济恢复发展的事儿。新闻早报，热点早知道。几个月前，杭州一名女子取快递的时候被人偷拍，并被人编造了出轨快递小哥的剧情。造谣者的父亲却说，这就是小朋友开开玩笑。事发后，该女子向法院提起了刑事自诉。日前，杭州余杭区人民法院宣布受理本案。12月14号下午，杭州余杭区人民法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杭州女子吴思琪诉郎某、何某诽谤案已被余杭法院立案受理。此前曾报道，在杭州余杭区的吴女士在小区门口取快递时被人偷拍，视频被两名男子捏造成出轨快递小哥的情节发送到群里，在当地不少居民都有所耳闻。之后吴女士报案，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区分局对造谣者郎某、何某诽谤他人的行为分别作出行政拘留处罚，但警方通报后，吴女士被锁在公司劝退离职，自己也因为此事出现忧郁症症状，走到哪里都有人指指戳戳，于是她聘请律师，踏上了一条刑事自诉的道路。他说，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赔偿，而是为了让互联网造谣污蔑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同时以此案来推动相关类似案情中饱受互联网造谣重伤的受害者觉醒。12月15号，当得知法院已立案的消息后，吴女士在朋友圈称，今年最好的消息了，129天了，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然而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其中一个造谣者的父亲却对媒体一再表示，这一切不过就是小朋友开开玩笑。我也挺烦，一提名也不是针对他，又不认识的，对不对？就是小朋友非常那开开玩笑的才出来的问题，
干涉的事情。16号下午，吴女士在微博上回应，父母对儿女的保护是天性使然，可以理解，但郎某不再是一个小朋友，而是一个尽而立之年的男人，更应当以一个男人的身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想说，您的儿子已经触犯刑法了，这是百口莫辩的事实，就让我们一起静候法院的判决结果吧。被造谣伤害的后果不该由受害者去承担，这需要有力的法律支援，也需要一个有温度的社会。网络绝对不是法外之地，谁都不能以各种名义对他人进行逾越法律和道德的审判。对于恶意造谣的人，绝不能纵容，而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应该做到不信谣、不传谣。继续来看热点新闻。四川理塘的田野男孩丁真在走红以后，其姓名商标就遭到了抢注，这引发了各方的关注。商标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有数据说，截止到今年的10月底，我国的有效注册商标量已经达到了2918.2万件，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然而在飙升的商标数量背后，长期存在报名牌、恶意抢注、囤积现象，也令企业倍感头疼。今年11月，来自四川甘孜理塘的藏族小伙丁真因为一条不足10秒钟的短视频走红。丁真的走红不仅带火了家乡理塘以及整个川西的旅游，就连丁真这个名字也成为不少人争抢的对象。在企查查上，记者看到注册申请的丁真商标已经有177个，涉及医药、食品、家具等多类，这些商标包括丁真的世界、丁真的微笑等等。而真正丁真所在的理塘县文旅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申请注册的丁真珍珠商标只有19件。据媒体报道，湖南一家申请丁真商标的公司商标证还未下来，便向买方开价18.8万元，还称该价格在24小时后可能向上浮动。18号下午，记者电话联系了理塘县文旅体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这些公司和个人注册的丁真商标，如果侵犯到公司的利益，会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另外，对于还未注册审查成功的商标，注册人就已经开始进行兜售的行为，律师表示这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对于商标抢注、倒卖、囤积等问题，国家知识产权局表示，将进一步缩短商标审查周期，提高商标审查质量，严厉打击商标恶意注册和囤积行为。再来看一个惊险的新闻现场。近日，武警河北总队张家口支队某训练场上，在组织进行手榴弹实弹投射训练时，一名新兵在拉开保险环之后，由于紧张出现了先松手后投掷的动作，导致手榴弹脱手滑落。而一旁的指导员崔成亮发现异常后，迅速把新兵拉到了掩体后卧倒，而且把新兵紧紧地护在自己身下，化险为夷。从发现异常到实弹爆炸，仅仅不到3秒钟，指导员临危不乱，果断处置，充分体现了他过硬的军事素质，也为指导员崔成亮点赞。再来说一说辅导孩子功课的那些事儿。说到辅导功课，一些家长可能都有过心理崩溃的时候。最近上海一小区上演了惊险火情，起因居然是爸爸辅导作业情绪失控，一怒之下点燃孩子的作业本，丢下了楼。而在武汉，还有一位妈妈长期莫名的头疼，脑科医生怎么查都查不出毛病，最后发现头疼的根源是辅导作业。事发当天，小区里一对夫妇在给小学4年级的儿子辅导作业，孩子顽皮不听管教，父亲心头火冒三丈，将一本作业本点燃，放在阳台外燃烧。上面不知烧好就扔下来了，扔到人家衣架上。据孩子父亲说，当时他觉得作业本快要烧没了，就随手扔到了楼下，没想到户外风力较大，本子发生复燃，惊扰了楼下居民。警察接报后赶赴现场，对这名父亲进行了批评教育。孩子的父亲承认了错误，并写下了保证书。最近武汉一家医院收治了一名长期头疼的患者胡女士，该做的检查都做了，却找不到任何器质性病变。在沟通中，医生找到了胡女士的病因。那么谈到孩子的时候，这个病人突然间就崩溃哭了起来。他的头痛的发作呢，非常的有特点。那么就是他见不得孩这个朋友圈里边讨论孩子的事情。随后，医生给胡女士做了一个相关测试，发现胡女士存在非常严重的焦虑症，这种头疼也被称为紧张性头痛。
我觉得我跟我老公在他身上付出了很多，花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为什么就没有回报？反正就是很烦躁，我甚至想到了自杀。他感觉呢，像是一个帽子箍到了头顶上，或者是上了一个紧箍咒一样，整个头都是疼的，他没有一个非常具体的哪一个点在疼。医生说，紧张性头痛几乎占据原发性头痛患者的半数左右，这其中患者伴有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非常高。医生建议胡女士在辅导作业时，如出现头痛症状，可以转移注意力，听听音乐，做做运动，放松心态。很多家长看了以上两条新闻都感同身受，甚至总结出一句话：不写作业父慈子孝，一写作业鸡飞狗跳。每次辅导作业前都告诉自己亲生的要平静，但往往开头还能温柔坚定，十几分钟后就兵荒马乱，最后梨花带雨收场。那些辅导作业的崩溃瞬间，总有一处戳中你的心。你老师平时不领情的嘛，都教多少遍上过课，不领情嘛，娘的嘛，哎呦，小心动。有时是孩子不能理解看似简单的知识，引发耐心失控。有时是孩子回嘴，火上浇油。这个是妈妈肿的发芽了，是惊讶，明白吗？我喊这么大声，我是不是不想活了？不想活了。教育专家安慰广大家长，做父母本就是一场共同成长的修行，接受孩子的不完美，用孩子的视角去理解他们，不攀比，不急躁，大家都能收获更和谐的亲子关系。今年四月初，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市民陈先生在坐火车的途中收到一条短信，短信上写的是陈先生获得了无抵押信用贷款的机会，只要注册一下 APP， 贷款立马就能到账。因为资金紧张，陈先生按着提示下载了 APP， 结果贷款没收到，反被骗走了10000多元。经过数月的侦查，警方侦破了这个网络电信诈骗案，受骗群众达100多人，涉案金额2000多万元。当时火车到站后，陈先生立即向呼和浩特铁路公安处报了警，向警方讲述了他被骗的过程。平台客服先后以陈某信用额度不足、检验还款能力等为由，要求陈某向指定账户共计转款11360元，并承诺转款后50000元贷款和转款的11360元一并到账。当陈某再次联系客服时，发现已经被拉黑。我们发现这个软件其实就是一个披着网贷平台外衣的伪造软件。经过调查，警方发现陈先生下载的 APP 是由广州的一家软件公司提供的。我们对广州的这家软件公司核查后发现，这个公司将软件卖给了一名福建籍女子张某，同时还查明该女子共购买了19个类似的软件。通过从该公司调取聊天记录，我们发现受害人有100多人，分布在全国16个省份，涉案金额高达2000多万元。在福建警方的配合下，专案组民警找到了福建籍女子张某的落脚点。通过对张某的讯问，张某承认其购买并使用软件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同时他还交代了同伙薄某某、陈某某的藏身处。随后警方又将薄某某、陈某某一并抓获，并在这3人家中查获用于存款的银行卡22张、手机9部。截至12月15号，警方共抓获与本案相关的嫌疑人16名，案件正在办理中。每到冬天，经常谈到的话题就是冰面未冻时不要在上面玩耍，但还是有人不听劝。近日吉林省柳河县就发生一起在冰面玩耍，结果冰层断裂导致人员溺亡的事件，一起了解一下。据网友爆料称，有3人在石家店乡未冻时的冰面驾车玩耍，结果3人和车辆落水后滑入深水区，导致3人溺亡。事发后，附近居民立即报警。现场目击者表示，共看到3人被打捞上岸，抢救无效死亡。今天捞这个是个人，这个又是一个，现在捞上俩人了，现在消防在那块了呢。
还又捞上来一个。12月19号，柳河县官方微信发布消息，12月17号晚，柳河县石家店乡发生一起车辆落水、人员溺亡事件，三人驾车在未冻时冰面上玩耍，连人带车滑入深水区，造成三人溺亡。天虽寒冷，但河水并未完全冰封，坠冰窟事件频发，必须警惕。就在柳河发生坠亡事件的前一天，12月16号，辽宁省辽阳市文胜区小屯镇境内太子河，一男子不慎坠落冰面。据目击者称，当晚6时，该男子被消防打捞上岸，但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目前落水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再次提醒大家，冬天行人和车辆不要存在侥幸心理，涉险横穿冰面，更不能在冰面玩耍。那针对湖面结冰程度不一的情况，长春净月潭风景区也发出了安全警示。记者在净月潭的冰面上看到，园区设立了冰面易坍塌、请勿上冰面的警示牌，但仍有游客不听劝阻，在冰面上穿行及嬉戏玩耍。不危险啊，胆大点就行了嘛，跟走玻璃栈道不一样嘛。当然还行，往里走，往里走肯定要危险的。对的，我们就中间不敢停，才站这个旁边拍个照。据工作人员介绍，现在净月潭冰面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游客在冰面上穿行玩耍存在一定的危险。虽然说表面很冻实了之后，但是净月潭水面的这个中心部分这个冰层还是非常薄的。同时呢，净月潭景区现在也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这个取冰作业，冰面有一定的危险系数在里面的，所以在上面行走还是有一定危险。在这里呢，净月潭景区也温馨提醒所有前往净月潭景区游玩的朋友们，大家不要上冰面，冰面是十分容易坍塌的。为了能够最大程度的起到警示作用，净月潭的工作人员在环潭路的周围设置了大量的警示牌，同时景区还加大人员的巡查力度，定时防护巡查。再来看一件暖心的事儿，这两天四川渠县琅琊镇中兴卫生院的一名医生为当地不识字的老人画的一张手绘医嘱在网上走红，一起来看一看。早上看到这张图过后就按那个拿嘛，中午看到这张图过后就按那个拿，晚上看到这张图就按那个拿嘛。啊，比如说像这个吧，这是中午的那个拿的，是。这位是聂旭春老人，他是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患有20多年的肺气肿，子女不在身边。因为天气变冷，前几天老人又犯病了。村里的家庭签约医生李静到家里给老人看病后开了药。我们如果给他分成小包包呢，本来那个方法也可以，但是他就容易失效那个药。因为老人的这种慢性病需要长时间服药，为了既不影响药效又避免老人拿错药，李静就琢磨着画了这张图。图的上中下分别画有红枣、时钟、饭碗。红枣代表早上，时钟代表中午，饭碗则代表晚上。后面跟着的不同数量、不同颜色的图形，就是应该吃的药和数量。早中晚，分别跟他显示出来该吃哪种颜色的，跟他画到高头，该吃好多颗也画到高头。好，他那个呢，他就看得懂，也能够做得来。眼力大，又不是自己写撇，看上那个图过后就按那个图搞着拿，晓得那个药啷个吃了。也不得拿多，也不得拿少。在今年这个新雪季，吉林赏冰玩雪的好去处数不胜数，玩法也是多种多样。除了大家熟知的滑雪、泡温泉、去冰雪乐园，还有一种新玩法，这就是冰雪自驾游。近日，130人驾乘30台红旗车，沿长春、吉林市、白山、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来了一场冰雪之旅。一起来看一看自驾怎么玩转吉林的冰雪。30台红旗 H7 豪华轿车穿行于吉林的名山大川秀美冬景，从万科松花湖度假区、长白山鲁能圣地旅游度假区到百花谷朝鲜族百年部落、锦江木屋村、长白山冰雪景区，品民俗、看美景、赏雾凇、玩冰雪。在吉林，每6:09就有一台红旗 H7 驶下生产线，80%以上的智能化工位实现了对标国际一流品牌的制造工艺。见证奇迹，驾红旗车游新吉林，拓展文旅新业态，持续打造旅游加工业品牌融合，提升红旗汽车品牌影响力，引导驾红旗车游新吉林品牌走向商业化、常态化运营模式。驾红旗车游新吉林。
以全员全域全时段打磨包装的冰雪旅游新产品，着重体现工业旅游业态新、模式新、产品新、理念新的鲜明特征。厚度玩冰，深度玩雪，暖度温泉，热度民俗，冰天雪地新吉林以全新的打开方式闪亮登场。万科松花湖度假区2.6公里星空夜滑雪道刷新了国内最长夜滑雪道纪录，抚松县北国冬季第一漂碧泉河漂流开启冬季漂流新业态。在长白山鲁能圣地，灯火辉煌的夜晚，沉浸式民俗体验打开了冰雪旅游夜晚华章。感受天寒地冻之余，还有什么比自己手工制作一串糖葫芦更甜蜜的呢？这个是小苹果。啊，这个呢？这个是拿橘子做的。橘子和小萝卜，之前只知道吃，这次呢知道做，原来也不容易。特别是加上自己的创意，觉得是特别的有意义，把东北的这种冬天带给更多的山东游客，玩嗨、玩转，感受到冬天我们吉林的这种魅力。提起吉林冰雪，还有一张名片响当当，这就是雾凇。作为吉林冬季旅游的点睛之笔，超过80%的游客看不到雾凇不返程。那么看雾凇有什么门道，在哪里观赏效果更好呢？您可要看仔细了。欢冰乐雪看吉林，这些关键词您一定要记好。雾凇，一江寒水晴，两岸琼花凝，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成就了吉林市雾凇之都的美誉。松花江穿城而过，受温差及江水雾气影响，每年冬季松花江畔几十里都会形成雾凇景观。这里的毛绒型晶状雾凇厚度达到40至60毫米，是雾凇中厚度最大、密度最小和结构最疏松的品种，与桂林山水、云南石林和长江三峡同被称为中国四大自然奇观。赏雾凇讲究的是夜看雾、晨看挂，待到近午赏落花。早上6点天色渐亮便可观看，接近中午雾凇开始融化脱落，如银花簌簌飘落，琼枝玉叶的婀娜杨柳，银菊怒放的青松翠柏，胜却人间无数。在吉林市吉丰东路雾凇长廊，龙潭区韩屯村曾通村是观赏五星级雾凇的绝佳之地。新雪季冬季到吉林看雾凇，成为了国内各大旅游网站和旅行社推介的热门线路。始于11月1号到2021年2月28号结束的第26届中国吉林国际雾凇冰雪节，打造了雾凇观赏、滑雪度假、温泉康养、民俗体验等11条精品冰雪旅游线路，推出开板嘉年华、冰雕雪雕园、雪地火锅节、雪地电音节等50余项旅游产品，松行雪运只等你来。更多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12月19号，一汽大众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19号8时，一汽大众全年累计产量突破200万辆，比2019年提前7天完成这一产量，是今年截至目前国内唯一产量突破200万辆的乘用车企业。12月9号，延吉市公安局将近期破案中起获的赃款赃物680多万元退还给受害群众。年初以来，延吉市公安局启动云建2020长城二号专项行动，打掉电诈团伙14个，破案92起，为群众挽回了经济损失。占地5公顷、投资9000万元的永吉县垃圾处理项目目前进展顺利，正在进行围墙封堵和大型设备安装。永吉县垃圾处理项目建成投产后，每天可处理农村生活垃圾300吨、玉米秸秆100吨，年处理市政污水厂产生的污泥15000吨、餐厨垃圾4000吨。12月19号，2020至2021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常规赛展开第20轮的争夺，吉林九台农商银行东北虎队对阵福建爆发力。4节激烈角逐后，最终东北虎队以109比105战胜对手。本场比赛琼斯状态依然火热，斩获全场最高的42分。目前吉林队以13胜7负暂居联赛排名第5。今天吉林队将迎战北京紫禁勇士。
欢迎回来。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的新冠疫情仍然在持续的恶化。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近期陆续批准两款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当选总统拜登计划在21号接种新冠疫苗。拜登的过渡团队方面表示，拜登夫妇21号将公开接种新冠疫苗，希望以此帮助美国民众建立接种新冠疫苗的信心。在此之前，美国副总统彭斯等官员已接种新冠疫苗。白宫新闻秘书凯利·麦克纳尼也曾表示，总统特朗普对接种新冠疫苗持开放态度，他将在医疗团队认为合适时进行接种。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8号批准美国生物技术企业莫德纳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的紧急使用授权申请，这是第二款获批在美国紧急使用的新冠疫苗，被允许用于18岁及以上人群。美药管局在一份声明中强调，作出批准紧急使用授权的决定前，已对该款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生产质量信息进行了全面评估。本月11号，美药管局批准紧急使用美国辉瑞制药有限公司与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合研发的新冠疫苗。据美药管局官方网站介绍，通过紧急使用授权机制，包括疫苗等尚未获得正式批准的医疗应对手段，在诸如新冠大流行这样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下，在符合必要标准且没有其他已获批的替代品时，可以被允许投入使用。但紧急使用授权不等同于正式批准。针对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的联邦政府多个部门遭到持续数月的大规模网络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首次发表了评论，他说这些攻击都在掌控之中，并且质疑攻击来自俄罗斯的说法。此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人指控俄罗斯是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特朗普19号试图淡化大规模网络攻击事件，他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假新闻媒体渲染网络黑客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没那么严重。特朗普还写道，他完全掌握网络攻击的报告情况，一切尽在掌控。特朗普还炮轰他口中的烂媒体，称这些媒体主要出于经济原因，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反反复复地优先把俄罗斯三个字搬出来。对此，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西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回应称，特朗普又一次背叛了美国国家安全，发出的文字又一次像是在克里姆林宫里写的。此前，蓬佩奥和国会部分议员均指称网络攻击来自俄罗斯。蓬佩奥1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可以非常明确地说俄罗斯参与了网络攻击。共和党议员罗姆尼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这些黑客攻击就像俄罗斯轰炸机反复在美国全境上空飞行却未被发现一样。就特朗普与蓬佩奥在网络攻击的源头上各执一词，中央情报局俄罗斯分局前局长丹尼尔·霍夫曼说，政府需要尽快做出解释。霍夫曼补充道，蓬佩奥成为国务卿之前是中情局局长，非常熟悉国安领域，为什么会出现两人说法背道而驰的情况？霍夫曼表明，基于当前掌握的情况，针对美国政府机构的网络攻击来自于俄罗斯代号为舒适熊的黑客组织。据路透社报道，到目前为止，美国超过6个联邦机构受到了黑客攻击的影响，其中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商务部、财政部，能源部下属的国家核安全管理局也遭到网络攻击。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在年度记者会上再次斥责美方所谓俄罗斯黑客干涉美国内政的说法。他说，那些所谓黑客攻击由美国国务院和情报机构制造和指使。普京说，俄方期待美国当选总统拜登领导的新政府解决俄美关系出现的所有问题或部分问题。美国政府日前通知国会将关闭驻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馆，暂停驻叶卡捷琳堡总领馆的工作。俄方人士19号表示，此举为政治决定，显示出两国关系后退的迹象。据俄新社等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议员普什科夫19号通过社交网站表示，美国的确经济上存在问题，但没有到需要关闭总领馆的地步，此举是政治决定。美方举动显示出两国关系后退的迹象。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当天表示，人们看到的不仅是美国关闭驻俄总领馆，更看到美国国务院把俄罗斯纳入了敌人名单。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表示，美方此举说明美国无意与俄罗斯进行密切的外交对话。美国政界人士和学者也对美国关停驻俄总领馆的举动提出批评，认为美国政府此举将削弱美在远东地区的外交存在感。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美国关闭驻俄罗斯总领馆的举动。麦克福尔表示，美国应当寻求方式强化与俄罗斯直接接触，这些使领馆的存在可以提供帮助。麦克福尔表示，美国需要加强公共外交，美国外交官应该保持与俄罗斯民众接触，越多越好。美国丹佛大学专家表示，美国在各国设立大使馆和领事馆是有原因的，关闭领事馆会损害美国和美国人的利益。美国国务院本月10号向国会提交关停两座领事馆的通知。美国媒体18号报道这一消息。美国国务院在通知中称，关闭领事馆是为应对俄罗斯2017年对美驻俄外交使团施加人数限制以来，美驻俄外交使团的人员配备难题。为回应美国驱逐俄外交官和一系列对俄制裁，俄罗斯2017年要求美国减少驻俄外交官人数，让俄美驻对方外交官人数对等。受新冠疫情影响，驻弗拉迪沃斯托克总领馆的工作业务此前被暂停，驻叶卡捷琳堡总领馆的工作业务自3月起也被缩减。美联社报道，关停两座领事馆将使美国在莫斯科以东的俄广阔地区没有外交代表机构，将给俄远东地区的美国人寻求领事服务和当地俄罗斯人办理赴美签证带来不便。疫情期间，很多国家的电影院都关门了。近期，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一家购物中心推出了水上漂浮电影院，为民众提供了更多的文化活动选择。马尼拉的这家漂浮电影院设置在一家高档购物中心的内部，在人造运河上，电影爱好者们打着伞，坐在仅供两人乘坐的小船里，空中还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观影场景十分浪漫。这家电影院每天只有2场电影，一张票10美元左右，约合人民币65元，每个周末都会被抢购一空。为了安全起见，也避免打扰商场的其他客人，漂浮电影院给每个客人配备了耳机，电影的音频会通过无线电系统进行播放。根据菲律宾卫生部的统计数据，目前菲律宾的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5万例。进入12月以来，疫情蔓延速度明显降低，但是按照当地的防疫规定，传统电影院依然处于关闭状态。此外，有菲律宾卫生专家指出，近几天包括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几个地区新冠病毒感染率出现上升，这可能是由于临近年底人们聚会等活动逐渐增多所致。因此，有专家提醒民众不要放松警惕，谨防疫情恶化。日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我国太极拳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与太极拳一同进入名录的还有芬兰桑拿文化和北非小米饭等等。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看一看非遗的魅力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桑拿文化是大部分芬兰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通过桑拿，人们不仅清洗了身体，也放松了精神，获得了内在的安宁。桑拿浴在芬兰随处可见，这项延续了几百年的传统不仅是当地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交方式。芬兰人口大约为550万，据芬兰桑拿协会统计，全芬兰的桑拿房已经超过了200万个。桑拿是芬兰语中为数不多被国际广泛使用的单词，广泛流行于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土耳其的波奇，是一种传统的智力和战略游戏，有2400年的历史。波奇一般在专用或临时的棋盘上进行，棋子可以是石子、小木球、坚果或种子。这些棋子被摆放在各个小洞中，集得最多棋子的一方获胜。这种游戏还与木雕、石雕和珠宝制作等传统手工艺有一定关系。2007年，波奇正式进入了世界智力运动会。新加坡是贸易和商业中心，多样化的美食在这里汇集。
即便是在路边摊也能寻得心仪的美味，而小贩文化也成为新加坡人生活的一部分，为世代新加坡人提供了身份认同感。小贩文化兴起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新加坡正面临严重的就业问题，一些失业者为了谋生成为街边小贩。目前新加坡全岛已有超过120座小贩中心，成为各国游客到新加坡旅游的打卡地。12月16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将著名美食北非小米饭古斯古斯面正式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斯古斯面是一种源自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博布尔人的食物，主要在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等国流行。古斯古斯面是将硬麦粒破碎后而制成的一种主食，通常与炖肉、炖菜和鹰嘴豆一起食用，深受北非民众欢迎。由于形状和颜色都与小米类似，因此也被人们称为北非小米饭。近日，俄罗斯莫斯科动物园公布了一段大熊猫如意在雪地里玩耍的画面，一起来看一看。这个白白的有眼睛和鼻子的东西是什么呢？上面可有我最喜欢的胡萝卜。不管那么多了，先抓下来吃了再说。大熊猫如意对着雪人施展了一番拳脚，如愿将心爱的美食拿到手中。饱餐一顿之后，大熊猫如意对这个新玩具雪人仍然兴致不减。我踢，我顶，我推，终于将雪人完全击倒。获胜的大熊猫如意非常开心，继续展示了自己侧滚翻和前滚翻的技能，憨态可掬的样子让人忍俊不禁。大熊猫如意2016年7月31号出生于中国四川雅安，去年4月29号，如意和另一只中国大熊猫丁丁抵达莫斯科，开启为期15年的旅居生活。更多国际新闻，来看一组新闻速览。日前，日本东京一家店铺开售利用 3D 技术打印的高仿真人脸面具，该面具与真人脸孔真假难辨。店主称，他从普通人那里购买了他们的脸部肖像权，连痘坑、眼袋都1:1还原，触感柔软，非常真实，售价约合人民币6200元。当地民众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十分新颖，也有人担心会因此发生银行卡盗刷事件。据俄媒报道，当地时间18号，俄奈冰自行式平台北极号在圣彼得堡下水，这个大家伙长83米，宽22米，形似抹香鲸的圆盾外形使它不易被困在浮冰中。报道称，其内部将建立20个实验室，用于在北极的科研工作，且无需依靠破冰船就能在北极水域航行。该平台将在2021年底前完工，于2022年前往北极开展工作。近日，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居民在结冰的湖面上自制了一个旋转木马，他们用电锯在湖面切了一个直径15米的圆形冰块，然后装上马达，让圆冰缓慢转动起来，还在冰面上放置了椅子、火把、圣诞树。天黑之后，他们点亮火把和烟花，让这个特别的旋转木马在寒冷的冬日显得格外浪漫。随着疫情长期化，居家办公学习成常态，年底聚会被禁止，韩国服装业受到巨大冲击。往年这时正是大衣、羽绒服等冬装热卖的时候，今年降价也无人问津，销量不及往年1/10。惨淡光景之下，唯有睡衣销量一枝独秀，人们宅家的时间增多，家居服需求急剧上升。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板块，最近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布了最新的一次童鞋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抽查的50个批次童鞋中有6个批次不合格，不合格检出率为12%。检测项目包括儿童鞋相应产品标准中涉及的物理机械性能，以及国家强制性标准儿童鞋安全技术规范中规定的所有项目，包括小附件、甲醛、邻苯二甲酸酯、重金属等消费者关注度较高的项目。专家告诉记者，相比较甲醛、重金属等检测项目，很多的家长对童鞋硬度合格情况关注度不高，同时存在消费误区。记者调查发现，实际上我国童鞋对于鞋底硬度有相应的标准，但是相比国外标准要低一些，也就是软一些。
针对市场上一些外底很软的童鞋产品，专家们并不认可。越来越多厂家把我们儿童鞋做得越来越软，它软的鞋，因为刚才我们也解释到了，就软的鞋其实是不利于特别是幼儿的这样的运动发育。其实上有很多家长也在问我们，您这个我们小孩到底是穿这个软底的还是硬底的？实际上根据我们的经验，像我们的矫正鞋垫它都是硬底的。为什么呢？它要给脚一个有力的支撑，尤其是内侧，那么你软底的起不到任何作用。那么你说这个小孩他如果穿正常的鞋，那到底软底还是硬底好？那么我个人觉得，我觉得可能硬底要好一点。记者调查了解到，目前国家标准委启动了相关标准的修订。据天文预报显示，今晚将有一次非常罕见的木星与土星相合的天象亮相天宇。从地球上看过去，木星和土星之间的距离将极为接近。这次罕见天象的两个主角木星与土星看上去最接近的时刻将出现在北京时间12月22号2:30左右，届时他们两者之间的角距离为6.1角分，这个距离仅相当于我们平时看到的太阳或者满月直径的1/5左右。12月21号太阳落山后不久，我们可以在西南方的天空中看到木星土星，那时候它们的高度已经比较低了，木星的亮度是很亮的，大概负二等。那么在它旁边，比它暗一些的有一个土星，也应该是那一片比较亮的一颗星。也就是观测大概一个多小时，它也就很快就落山了。专家称，我国境内可以看到这次天象的时间是12月21号傍晚天黑后的短暂一个多小时。此时的木星和土星看上去与他们两者最近时刻22号凌晨2:30并不会有什么太大区别。另外，如果21号晚因天气不佳等因素影响了观测，大家也可选择在22号傍晚观看，那时木星和土星距离仍然很近。今天下午18:02，我们将迎来冬至节气，这也是北半球一年当中白天最短、夜晚最长的一天。从冬至开始，我国各地气候都将进入到最寒冷的数九寒天阶段。我们再来说一说冬至该吃一些什么。俗话说，冬至补一补，一年精气足。专家建议进补的时间应该注意养肾防寒，多吃一些温补助阳、强肾壮骨、养阴益气的食物，如羊肉、山药、莲子、大枣等等，以增加热量。但我们也要注意，进补因人而异，营养还得要均衡。另外，冬至养生，养在养心，要安身静体，乐观畅达，才能保持精力的旺盛。今天省内各地具体天气。欢迎您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本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GLTV 新闻早报，参与互动话题讨论，赢取即时生活频道全程热恋录制现场门票等奖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